中球跟他猴子带球。哎，这一堆东西其实是有奖券的。停停停，这里还有一个苹果手机、口香糖很多片，然后是枪、钥匙扣，这么多东西只需要28块钱。来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。这个枪做的还是挺精致的。咚咚咚咚咚咚，看这里，刺激整骨，恶搞无罪，搞人有理啊，大吉大利，晚上吃鸡。那么就像这个说的，这其实是个恶搞的玩具。怎么恶搞呢？有按键。带电的，这个东西太刺激了吧，再电一下。哇，这种感觉是从这里直接一麻，很快的速度就麻到你脑袋里，一震一震，这有点像电击棒一样，这个东西有点太危险了吧。你再看一下这个口香糖是什么，可以吃的吗？没有按键。哦，只要你一拔这个就麻过来了。哦，这个麻。哦，我浑身发热了都。这个威力很大。iPhone 手机看到没有？先放一边。这个摁着没反应，那这个肯定是这边摁有反应。哦，应该是在这里有反应啊。这个没有反应，摁着没有反应。再看一下这底下的那个，这些牌应该就是抽这个奖送的。那么这里面呢，特等奖，一把剑，还有这个红包，本来是这个微信红包，然后你一点开就撕开。大吉大利，小麦了，太发完了。这个蛋我看一下是不是也是整完的，应该不是吧？这是一个什么？小鳄鱼，又是小鳄鱼，长得一模一样的小鳄鱼。蜈蚣、鳄鱼、蜈蚣、鳄鱼，断了一条腿的鳄鱼，没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捕鼠夹。哎，这个应该是怎么玩的？你看啊，哦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就当我们拿口香糖的时候，你一抽，哎，抓到你了。你肯定是吓一跳，但是被我识破了已经。一拉，一个老鼠，这个本来就坏了啊，不是我弄的啊。黄剑，蜘蛛，好吧，这就是整蛊的玩具吗？已经拆完了吗？这个是坏的，然后这个是电人的，这里是电人的，这个威力奇大。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带电啊！我摁了一下这个后母键，就咚打击到我这个胸这里。这个东西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能让他试玩，这小学生也不适合试玩，这太夸张了。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。就是这个电池，然后这个供电的，这里就直接电了。我们先摁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反应，算是感应得到的。哎，好好的就被这么电了十几下，感觉这个现在还是心里慌慌的，电了之后心里特别慌。这个东西呢，可能拿给普通的大人朋友玩玩可以，那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，因为小孩子可能会被伤到。所以这个东西28块钱你觉得值吗？欢迎底下评论告诉我啊。那么本次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点赞评论，记得关注我，拜拜。